恩，以伴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大家好，第一次我们互相见面的举手，哇，请放下。好，非常好，也很感动，请跟我合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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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佛，皈依佛，愿发菩提心，愿发菩提心，消除自私贪心，皈依法，愿相信因果，体证空性，消除愚痴邪见，皈依身，愿修忍辱，圆满慈悲，消除嗔恚心，当愿众生皈依三宝，离苦得乐，精进修行，同成佛道，善施如母众，难忍无量苦，意念昌生情，世世永不离。嗡嘛呢呗咪吽。好，请放掌。谢谢所有法师慈悲，刚刚洒净。我刚刚在里面听法师念大悲咒，我更感动。在东京大学里面，能够把观音菩萨的慈悲心像甘露一样的留在这个地方，特别这里面有很多的精进的学生，海外的学生愿意来这边追求生命的圆满，读书工作，所以我们能够慈悲，那是最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佛菩萨的力量无限。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太阳，但是我们透过我们的一点点的
善心、悲心，可以把佛菩萨的光透过这个小小的镜子的折射融入在这些努力的学生上面。特别东京跟我们北京一样，跟世界各地的都市一样，都是这么多愿意追求生命圆满的人一直向往的地方。刚刚我们先去浅草观音寺，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年轻人、外国人，而且更看到我们很多都会讲华语的人，所以来自四面八方，大家一起都对观音菩萨有信心啊，去祈求，甚至我也在那边排队，排了终于排到了，咔咔咔咔咔抽签啊。但是我认为抽签很准，那是因为你相信吧啊，佛菩萨永远不会舍弃我们，而且他会告诉我们对你生命最好的方法，所以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祈求观音菩萨。就像做儿子的叫妈妈的名字，妈妈快不快乐？快乐啊！所以这个世界不怕战争，不怕地震，不怕什么，就怕人类失去慈悲心啊！因为唯有慈悲才可以弥补所有的对立不圆满，也唯有慈悲心，那些受苦的友情才有离苦的机会。所以首先刚刚要感谢我们，我在里面听我们讲话非常庄严的司仪先生，大家为他鼓掌。我们司仪先生一看就知道不是简单的人啊，但是我们佛教就需要各种不是简单的人来做大事，因为大乘佛教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或是解脱的，大乘佛教要做一个菩萨，是要超过世间所有的皇帝，因为他要念一下普度众生，净化法界啊，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大心啊。但是当然如果像刚刚在浅草观音寺，我也在那边思维，这么多人在抽签抽抽签，在问的大部分都是个人小事，婚姻如何，事业如何，身体如何啊？所以观音菩萨一定是慈悲的，虽然当然他关怀所有众生，你的小事对他来讲当然也是大事，只是观音菩萨最大的期望是希望有人能够跟他一样发起大心，去关怀所有人的事，不分种族，不分形象。因为我们一大早先到本院寺，听说那边是东京最大的鱼市场啊，而且旁边放了很多灵骨位，甚至写的所有交通灾难死亡的，所有战争死亡的，还有一个叫和和墓啊，就任何死亡者都愿他们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但是当然我们念佛的人在本愿寺的修行，他强调的是信心愿力，要相信阿弥陀佛，要愿往生。但是呢可能还要再强调一点，因为我发觉在日本这个信心做得很好，但是阿弥陀经里面特别写的要往生者不得少福德善根因缘，也就是说真实要累积很多的善根，布施啊、持戒啊、深入经藏啊等等。所以特别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写了敬业三福，你要往生净土，乃至我经常强调一句话，你讲往生不要等未来啊，佛教讲的是当下的心态比
较重要。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亡以后的世界，是你的心态跟你的行为就在创造一个快乐净土。今天你买了一个包子，肚子好饿，看到一个贫穷的老人或是一个流浪的动物，你给他这个包子吃，请问你心里有没有在极乐世界啊？哎呀，慈悲最快乐，当下就是净土啊。今天你看到一个可以恨的人，结果你干脆拜完观音菩萨回来，你不想恨他，你还把去拜观音菩萨拿回来结缘品跟他结缘，请问你有没有在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快乐不要等到死亡以后，往生净土也不是死亡以后的宗教，是如何以极乐世界为蓝图，在建设当下的净土，当下的世界，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为榜样去对待你周围的人事物。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变极乐世界，那很简单，你只要相信你老公是阿弥陀佛就好了，你对他好一点啊。所以我想，就像我常讲，你想要做皇后吗？那你把你老公当国王，你不是不皇后了吗？所以我想，大乘佛教的重点的快乐是不离开众生而完成的，不离开帮助别人而完成的。千万不要有一个自私的观念。所以刚刚在浅草观音寺，我也一直在思维一个主题，要经常去思维如何用慈悲心去度化那些刚强难度、自私执着的众生。这是观音菩萨的功课，也是我们学习所谓大乘佛教人的功课啊。所以刚刚导游慈悲的，我们吃完饭给我们几分钟就跑药店啊。那个药店卖药的都讲中文，你看我们中国人多有钱啊！但是大家都一包一包，我也一包一包的啊。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佛法就像这个药店一样，提供了所有众生需要的药，而且有信心有效的药，哎呦，大家抢要免费的一样啊！所以就像浅草观音寺，它这么样的方便，让世界所有的非佛教徒观光，最新潮，你看那些小姐漂亮，在里面去，小姐都变得漂亮，穿的和服也漂亮，让这些爱漂亮的、爱吃东西的、爱 shopping 的都愿意去拜观音菩萨，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虽然佛法这么好，愿意接触的这么少，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学大乘佛教，我们讲的是行销传销、广告推广，这个才叫大乘佛教的精神。但是动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无所求啊，你讲无畏施啊，所以观音菩萨叫不施无畏者，不怕苦，只要你快乐，接受你的痛苦，给你快乐。所以我常讲一句话，来，要救苦救难，先受苦受难，你要学习受苦啊。我想做妈妈的最容易体悟这个道理，养小孩多苦啊，从生到养，而且母年100岁，长忧80，妈妈100岁都还在想着她生的儿子，她永远在苦的状态。这也是我这一辈子出家很好的祝愿，因为我结过婚，生过小孩，再来出家。特别我对我小孩子的爱啊，超过我爱我自己啊！所以我那时候过去的同修在家的时候，他只要开车载小孩出去，我就在家里一直念叨：“哎呀，不能车祸啊！”我因为我过去的同修不会开车，但喜欢开车，